好，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。昨天呢，谷歌宣布将会以每股$40的现金收购摩托罗拉移动，总价约$250美元，溢价达到60%。目前呢，双方已经签署了最终的协议，但是呢，这个交易还是需要得到美国、欧洲和其他地区监管部门的批准，预计于2011年年底至2012年年初完成。 面对国内反政府声，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和国务卿希拉里27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这一周节目采访时，为美国参与对利比亚军事行动进行辩解。盖茨说，尽管美国总统奥巴马已明确要求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下台，但实现政权更迭从来就不是军事。